据参考消息网报道称，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认为，随着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其经济受到的惨重损失可能会影响未来多年。新闻周刊采访了美国军事新闻网站特种作战部队报道网总编辑肖恩·斯普恩茨。斯普恩茨称，俄罗斯的行动现在已进入第三个月，每天大约需要$9亿来维持军事攻势。新闻周刊援引特种作战部队报道网的分析称，导致这一高昂开支的原因包括支付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军人薪资，为军人提供炮弹、子弹和火箭弹，以及维修被毁或受损的军事装备。斯普恩茨说，俄罗斯还必须支付战争期间发射的成千上万件致命武器和巡航导弹的费用。报道称，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俄罗斯因军事行动而受到严厉经济制裁带来的金融损失。报道认为，由于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也受到了严重的经济影响。其转引《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需要数千亿美元来修复战争给乌克兰经济和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